为什么突然又在看我的简介？你怎么样？和你的结婚后是不是开心多了？我六岁以后就没开心过。对，金一朵说他买了一只漂亮的戒指给你，为什么今天没见你戴？你心情不好，是不是少见了？所以你连结婚戒指都不戴。你信不信这个世界光是有金属的魔鬼？为什么突然这么无聊？觉得你没事吧？哎，这首歌很好听，不如开大声点。Yes, use your tasers. 上次狗师回到你的班之后呢，下面所有的兄弟都解散了，有些人还跑去基地那边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你的班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兄弟。住手！报告了，你是要和一起凶杀案有关，请你到我们规定局协助调查。老婆 ，I'm going for the bag.什么事啊？瑞秋死了，监控录像拍到是你杀的。怎么样？说不定另外我才是犯罪天才，所有东西都安排得天衣无缝。
儿子的话，不应该受到惩罚。为什么你要这么说？你不能这么快就自暴自弃。你根本就不记得所有的事，你怎么会知道整件事是怎么样的？你记不记得你之前出事失忆？我不提问你，但什么都回答不了。我记得你跟我说你很累，你真的撑不下去。我现在没有这种感觉，我也觉得很累，我也觉得撑不下去了。